小画家画完了吗？嗯，新闻里说，美如画卷，似水流年。这幅画只缺一枝花。小画家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找花？ 我现在就去采花。谁？救救我！你到底是谁？救救我！谁在那里？救我！ 是谁在里面？救我！救我！谁？救我！你是谁？救我！你是谁啊？救救我！ 谁？谁在那里？救我！救我！哇，好美啊！是画中的人美吗？嗯。你是谁啊？ 姐姐，是你在喊救命吗？姐姐，我觉得顾源老师教我的画法太好用了，这幅画比我以前画的都要好。你不好好画画，看我做什么？你比画好看，当然看你了。那要是我生的丑，脸也毁了，你还会这样守着我，看着我吗？ 人的爱怎么会因为一张皮相改变？如果改变了，那也是因为喜欢的是人的皮相，而不是人的心。那你呢？你是喜欢我的外在，还是内在呢？轩俊，雨言，小茶失踪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整个人跟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快，走，快走，小茶，小茶，小茶，你在哪儿啊？ 快出来啊，小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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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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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小茶，哎，小茶，你在哪儿啊？小茶，小茶，你在哪里啊？小茶。 戴斯，怎么样？找到小茶了吗？没有啊。你说这大活人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？放心吧，说不定啊，薛俊那边有消息了呢。啊！是小茶的发夹。您身体已经好多了，回去就记得吃药，多注意休息。谢谢。哎。 喂，什么？这好端端的，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？好，你别着急，我收拾收拾，现在就回来。喝点水。 你就放心吧，吉人自有天相啊！哎，学俊，你说这好端端的小茶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？我问过小茶所有的朋友、家人，他们都说小茶最近没有任何异常，就是忽然之间无声无息的消失了。怎么样，你们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也是，所有的地方都找过了，所有人都问过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点踪迹都没有。现在是暑假。 学校里除了我们，就没有几个人在。事到如今，我们不能自己找。大笨、戴斯，你们去派出所报警。好，走，走。李丹、扣子，你们去找顾源老师。现在学校里就他一个老师还在这儿。可是顾源老师生病了，他在医院呢。那就去医院找他。好，那就这样。我们快去快回。你跟雨燕在学校要小心一点。我知道，你快去吧。好，好，走。早一点找到小茶，小茶就少一份危险。 快，快跟我走！哎，怎么了？你确定这是小茶戴过的发卡吗？对。那就真的奇了怪了。你们不是住在附近吗？我们虽然住在这里，但是从来没有上来过。 真奇怪，谁？什么奇怪的？小茶在这儿一定是遇到什么古怪的事情，跌倒在地，发卡才会掉落。我们上去看看。 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小茶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只是现在没有而已，一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引诱小茶到这里。有什么古怪？有什么古怪？看看就知道了。学校禁地，学生误入。 死死的锁着，还贴着封条，小茶怎么能进去啊？封条被揭开了，揭开封条的动作很小心，揭开的人多半是小女孩。哎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小茶来这里干什么呀？这里是学校禁地，啊、你们这些年轻人胆子也忒大了，快离开这里！ 这里不太平，老人家，你是？我姓曲，是这栋楼的守夜人。曲大爷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贴上封条了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，这是鬼屋，是凶宅，在这里死过人，死者的魂一直都没有离开过。 凶宅？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？你不会在骗我吧？你不信，就算了。老人家，我们来这里不是玩闹的。我们有一个同学失踪了，我追踪了他的踪迹，他昨天应该来过这个屋子。又一个， 10年了，你一直都没有消停过。又一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谁？哎，我的同学可能在这里面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在里面。你门都没有打开过，你怎么知道？这扇门10年都没有打开了。 10年前，这里发生过一次火灾。学院里一个叫玉子的老师，就是在这里被活生生的烧死了。火灾，玉子老师。最奇怪的是，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。他像幽灵一样消失了。 既然消失了，那该什么都不会发生才对啊！就是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，整个学校没有1年消停过。从此以后，这里被封了，再也没有打开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任务老师回来过。 回来过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里原本是教师宿舍，玉子老师死后，就变成了女生宿舍。从那时起，每逢午夜之交，住在这里的女生时常会看到一个面容焦黑的女鬼，在这里游来游去。后来。 传的人多了，人们都叫他为人偶老师。被吓病的、受伤的都有，而且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。 人们都在传说，人偶老师是为了剥人皮而来。小查到现在都没有找到，他会不会也被剥？老人家，你可知道那些撞见人偶老师女孩子的下落？不知道，也没人知道。跟你们说了那么多，就是想告诉你们。 找人的事情，要告诉学校，你们还年轻，别把自己折进去。可是，你们回去吧。既然人偶老师又回来了，就没那么容易把他送走。这一次，不知道又有多少祸事要来了。 那个人偶老师的传说太瘆人了，小茶那么柔弱，他会不会？不要瞎想了，小茶他会没事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小茶。一定会的。嗯。谁？谁在那里？小茶，小茶，小茶，小茶。 小茶，救我！小茶，小茶，小茶，小茶！救我！救我！小茶。 小茶，小茶，没那么容易把他送走。这一次，不知道又有多少祸事要来了。救我！小茶，是你吗？小茶，救我！小茶，是你吗？小茶，小茶。 你在里面吗？小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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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茶。 小茶，小茶，小茶，你在里面吗？小茶，小茶的书，小茶，小茶，你在这里吗？小茶。 是，你就是玉子老师吧？是的。你去找大门戴斯他们，你快去！我们俩不能都死在这儿，快走！走啊！雪君，等我。 不许杀人！怎么了，雨嫣？雨嫣，你怎么了？雨嫣，柔老师，啊，丁龙，快去救薛君，快去！哎，还在流血，怎么办？马上送他去医院，我去找薛君。好。 雨嫣，你终于醒了。薛俊呢？雨嫣，你别多想，薛俊他没事儿，好着呢。快告诉我薛俊在哪儿，他有没有事？雨嫣，薛俊真的没事儿，只是什么？长得帅有什么用啊？长得帅不还一样躺在这病床上吗？我估计啊，你的下半生，估计要在这病床上度过了。 哎，不是，你开个玩笑。这个医生说了啊，只要你恢复的好的话，一条腿没问题的。哎，开玩笑。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那个刚才啊，医生检查了雨嫣的伤势，只是受一点皮外伤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太好了。嗯。 你又怎么了，薛君？雨嫣，薛君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，让你受这么重的伤。你说什么，薛君？我让你滚开！薛君，你怎么了，薛君？不是因为你，我的腿能断了吗？ 我至于成了一个瘸子，一辈子都坐在轮椅上吗？哎，我说薛俊，你说你腿变成这样，雨嫣也不想啊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他不想的，可我这双腿难道自己想断的？不是因为要救他，我能成为一个废人吗？滚开！滚开！爷，你的腿摔坏了，你的脑袋也摔坏了。雨渊怎么对你的，你心里非常清楚。你怎么能这样伤害他呢？ 我知道雨燕的心，所以才这样做。有话好好说嘛，你也不能这么伤人嘛。他的心受伤是一时的，难道你要他一辈子跟我这样一个废人？我的后半辈子毁了，不能把雨燕的后半生也毁了。就是这里，小柴就是在这里失踪的。 可这儿贴着这么多封条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听守夜的曲大爷说，有一个老师烧死在这里了。从此以后，这里就经常有闹鬼的事情发生，被学校列为禁地了。可是小茶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啊？这门也打不开啊！ 怎么办？进还是不进？既然小茶就是在这儿失踪的，我们还是进去看看。走走，站住！顾源老师，这不是你们学生该来的地方。你们来这儿干嘛？我们的同学小茶，他就失踪在这里，而且昨天雨燕跟薛俊也在这里被人偶老师追杀。人偶老师？ 都10年了，他还在这里。老师，你知道他？10年前，我还是这个花院的一个学生，就听过玉子老师的故事，就是你们所说的人偶老师。那个时候的玉子老师，是整个花院的焦点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的身上。后来。 这里发生了一场火灾，玉子老师在熊熊烈火中被烧死。救命啊！从那以后，玉子老师就变成了人偶老师。小茶的消失，可能跟玉子老师有关。但我们一定要找到小茶，不能让小茶成为人偶老师的牺牲品啊！老师，你帮帮我们吧。好，不能进。这里是鬼屋。 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。你这老头，我们现在都有学生消失了，你不说帮着我们就算了，你还想拦着我们不成？拦着你们也是为了你们好。哼，为我们好？我看你跟那个人偶老师就是一伙的。你不像着人，偏偏像着鬼是吧？我说不能进，就是不能进。10年了。 踏进这个屋子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，别去招惹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了。你也知道，10年了，这个屋子发生了多少邪门的事情，你还想让这些邪门的事情一件件、一桩桩的继续下去吗？你有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我们认了，毕竟还有一条人命，现在不知下落。我告诉你，这道门，我们今天禁定了。 天要变了，学校怕是再难太平了。这儿就是玉子老师死的地方。 这儿应该重新装修过，这儿不应该有人来啊。那幅画呢？那幅画怎么不见了？画？什么画？就在这儿，有一幅玉子老师的人体像，好美的。我昨天晚上明明看到在这里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昨天晚上，一幅画怎么说没就没了？这幅画肯定跟小茶失踪有关。顾源老师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样，扣子、李丹，咱们去找玉子老师的资料。雨嫣、戴斯，你们两个继续去找小茶的下落。好。 看什么呢？我在看学校的校志。你说你啊，不好好养病，瞎折腾啥呀？我在找关于那个玉子老师的记载，他的背后肯定有秘密，也许这秘密能帮我们找到小茶。啊，我也正想跟你说呢，我可能没有办法照顾你了，现在大家都在找小茶，我想过去帮他们。你去吧。 我虽然是一个瘸子，但是我可是一个乐观的瘸子。我说薛俊啊，你还真是心大呀，心里不装事儿啊。不然呢？既然注定要在轮椅上过一辈子，笑着过总比哭着过好吧？哎，雨嫣，薛俊，送给你。 去去，你啊，我先帮他拿着啊。薛俊，好一点没？腿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两条断腿还能怎么样？薛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对我？就算你一辈子都站不起来，我都愿意做你一辈子的拐杖。 你情愿，我还不情愿呢。每次看到你，我都想起我的腿是怎么断的。你走，快从我的眼前消失！我不想再看到你。你毁了我的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恨你，恨到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你。你走，雨嫣，要不你就先回去吧。你在这里，薛俊的情绪不太稳定，先回去吧。啊。 薛俊，你照顾好你自己，我过两天再来看你。 我说薛俊啊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长痛不如短痛，人最喜欢希望，只要有希望，他就不会死心。索性。 就这样做的绝情一点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？你好好照顾自己，我先回学校了。好，帮我给雨嫣，就说是你送给她的电击棒，给雨嫣的。你刚才为什么不自己给她？啊？ 你贱！别害怕，他们很快都会来陪你的。不该打开房门。 不该放出厉鬼，这样下去，不知道又有多少祸事了。我给你烧点纸，你走吧。救我！谁呀？救我！救我！滚！滚！滚啊！ 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人呢？出来！你为什么要揭他们的面皮？人呢？出来啊！ 雨爷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雨爷，你又做噩梦了。我梦见你们被人偶老师给杀了，他还揭了你们的面皮，他还想揭我的面皮。没事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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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们来了。嗯。 老师，你能再给我们讲一下关于玉子老师的事情吗？我去学校查阅了很多的资料，玉子老师是教油画的，他的专业课很好，是中央美院毕业的。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只有26岁，这件事情在学校引起了很大的波澜，所有人都不知道火灾是怎么发生的。那我们究竟要去哪里才能找到小茶？一件事情必有一个缘由。 既然现在所有诡异的事件都跟那场火灾和玉子老师有关，那我们只需要弄清玉子老师背后的事情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小茶。学校的禁地。 10年前的火灾，消失的人体画，死去的玉子老师，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啊？真是连一点头绪都没有。 看望病人的吧，哦，对，病人现在好转很多，你们多来看看，有助于他的恢复。嗯，哦，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水果还有这束花交给他？你不过去吗？我还有事，我就不过去了。麻烦你帮我好好照顾他，谢谢你。 薛俊，好奇怪呀！怎么了？刚才有个姑娘来找你，却远远的看着，不肯过来。给，这是她给你的花。回房间吧，我想休息。好。小茶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 我们大家都好想你。哎，拿的什么呀？快过来帮忙！这是我在图书馆找的旧资料，不就一个玉子老师吗？我今儿就是翻个底朝天，我也要找出他的资料来。对，他现在是死的，但我就不信他活着的时候一点信息都没留下。嗯，是啊，仔细找啊。 曲大爷，曲大爷，谁呀？曲大爷，曲大爷，是我。曲大爷，你别关门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你们走！你们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东西，打开了不该打开的门。关于人偶老师的事情，你是不是还有没告诉我的？不能说，他告诉我的，不能说。谁？谁告诉你？谁不让你说？是他，你见过他？人偶老师，你见过他？是的，我见过他。 同学，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同学，你快走吧，这里死人了，很危险的。是你，是你。 我报了警，第二天我又回去看了，那个女孩的尸体，满地的血迹，通通都不见了。可是我真真切切的看到那个邪气的人偶老师。你说，他揭了那女孩的面皮？是的，那个女孩就死在我的怀里。 血肉模糊，我长这么大，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惨的情景。而人偶老师是从地狱而来，他是个厉鬼，是一个剥人皮的厉鬼啊！后来呢？后来，人偶老师的传说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邪门。学校。 就把那里给封了，成了禁地，一切风平浪静。直到你们，直到小茶出了事，那个人偶老师又再次出现了。是的，本来我想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，没有想到，是你们打开了那个房间。 从此以后，恐怕再难有太平的日子了。曲大爷，曲大爷，你怎么了？曲大爷，曲大爷，曲大爷，开门！把这个消息告诉雨嫣他们吧。可是雨嫣去找薛俊了，戴斯和大笨去找小茶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再说了，这只是早期的新闻。哎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我们自己先去找吧。走啊！慢点，休息。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资料上显示说，人偶老师经常出现在这儿。你说就我们两个去，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把定位发给戴斯了。如果我们有什么危险，他会来找我们的。小茶，他会在这儿吗？找一找吧，肯定会有线索的。好。 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应该是学校废弃的仓库。你说小茶会在这里吗？什么都没有啊。我们一起找找。哎，你看，这有个门，有些古怪。怎么办？进还是不进？当然进。哎，等一下，确定要进去吗？ 这样吧，我进去，如果有什么危险，我就喊，你就赶紧跑去找雨燕他们。你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？难道小茶就不危险了吗？小茶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他，所以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哎，扣子。 注意安全，你记住，如果有危险，我一喊你就赶紧跑，千万别管我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 老师，雨燕，雨燕，戴斯，大概，雨燕，李诞和扣子不见了，我给他们打电话，怎么都打不通。扣子给我发了一个定位，我去那儿什么都没找到。你们到别的地方找了吗？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们已经找了一圈了。怎么回事？现在小茶还没有找到，他们就先出事了。现在急也没有用啊。这样，我们三个分头去找。 不能让他们像小茶一样失踪啊！好，好，我们到实习区去看看，他们一定去找小茶了。就算把学校翻一个遍，我们也要找到他们。走，走。走 我说过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陪你。大奔，咱们就只剩下这一栋楼没找了。你说，他们会不会？不会，一定不会。那好，那我们分头找。好，走。小茶，扣子，小茶。 小茶，扣子，小茶，救我！扣子，扣子，李丹，救我！李丹，救我！扣子，你们在吗？ 四，哎，戴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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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把戴斯怎么了？你把戴斯还给我！还给我！还给我啊！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， 关机啊！雪芝，你不在我该怎么办？ 我该怎么办？顾源老师，顾源老师，谁？顾源老师，是我。 顾源老师，所有人都不见了，然后老师又出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来，进来说。来，所有人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你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突然之间，大家全都不见了。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顾源老师，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救大家？待在这里，哪儿都别去。老师，那你呢？记住，我是你们的老师。顾老师，是你吗？醒醒，小茶！别动！谁？我是谁不重要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要你们每个人的脸皮。你为了一张脸皮，你把他们都杀了！你不知道没有脸皮的痛苦。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你就知道失去这种皮的滋味。大奔，你醒醒，大奔！ 没有用的，他们都是死人，帮不了你。兔子，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怎么会是你？ 顾源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们可都是你的学生啊！那你可知道我是谁的学生吗？啊？你知道这幅画是谁给玉子老师画的吗？ 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，你当时为什么不帮他？还有你为什么不救他？还有你为什么不拉他一把？拉他一把，玉子老师就不会死。你们这些自私的家伙！所以，这十几年来，然后老师的传说，守夜人看到的怪事，都是你在后面做的。顾源老师，你这些年报复的都是一些无辜的学生啊！无辜？你说他们是无辜的？玉子老师才是无辜的。 守夜的老头，只不过是我的一颗小小的棋子罢了。疯子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这个疯子！我是疯子，我就是个疯子！你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别过来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吧。啊 顾源老师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顾源老师正在医院接受心理治疗，他的这些病态行为是因为玉子老师的死，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了刺激，才会变得如此的不正常。白日里。 他是一个和蔼博学的老师，夜里就会变成一个心理变态的恶魔。嗨，管他呢，只要小茶还有我们都没事儿，开开心心在这儿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谢谢大家，我都不知道如何感谢你们好了。雨燕，你和薛俊的事儿，自从他的腿摔断以后，他就再也不肯见我了。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！平日里面顾源老师那种衣冠楚楚，没有想到在背地里却是这种斯文败类。要说这男人啊，就不能长得帅，就应该长得像我这样，是吧？长得安全。哎，跟小子讲话呢，怎么不理人啊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什么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顾源明明是我们亲手抓住的。 人偶老师的身上确实全是被烧毁的痕迹，根本就不是平日里那个皮肤白皙的顾源老师。而且我记得我摔下去时有一个人影出现，试图救我，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现在看来试图救我的人很可能是顾源。 住手！ 而且因为大家是亲手抓住的顾源老师，所以大家忽略了小茶出事的时候，顾源明明在医院，他怎么可能又出现在学校里呢？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顾源老师不是那天袭击我的人，袭击我的人偶老师依然存在着。嗯，可人偶老师明明是他假扮的呀，他捉走了小茶。 却给小茶治伤了，捉走了你、雨嫣、戴斯、李丹、扣子。可是他伤害了你吗？你这么说倒是有点道理啊。他确实给大家下了迷药，可是没有要伤害大家的意思。即便是雨嫣，也只是做出要伤害他的样子，并没有实际伤害。 女人身上藏着匕首和电击棒，却没有被搜身。密室里的蜡烛，还有铁棒，似乎是提前准备好的。连捆雨嫣的绳索都被轻松割断，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吧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真的人物老师在哪儿啊？他还在学校里，还在雨嫣他们身旁。那怎么办？回学校，立刻，马上！缺缺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放下你的心结？啊啊！知道他们怎么样了？大奔，快去看看他们有没有事情。那你呢？这个时候管我做什么？快去！啊，好，你小心点啊！我要带你们一起走。小心啊，大笨！小心啊！大笨，你放开他！快放开他！大笨，放开他！大笨！现在怎么样？我要你的命！玄君，你这个时候过来干什么？你找死啊！倘若真的要死，我宁愿死在你的身边。你不恨我把你变成瘸子了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俩还情情爱爱的？大伯，你怎么样？玄君，玄君，放开他！玄君，玄君。 玄君，你放开他！放开他！玉子，玄君，住手！顾源老师，玄君，顾源老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家安全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几个都被顾源老师给骗了。 伤害小茶和我的，是玉子老师。10年前，玉子老师并没有死，是我救下了他。玉子，玉子，玉子老师毁了容，烧得面目全非。从那以后，他的精神就失常了，会暴怒地伤害他见到的所有人。 于是我把玉子老师藏了起来，就有了你们知道的人偶老师的传说。为了让玉子恢复正常，我经常把玉子送回她过去的房间。没有想到，在我生病住院的时候，玉子跑了出来，伤害到了小茶。守夜人是我委托他照顾玉子的，没有想到。 他没有看住玉子，又伤害到了薛君。那你为什么要把小茶藏起来，还要一个的加害我们？你害怕？是，我害怕。我害怕你们知道玉子老师之后，会发生更多严重的事情。于是你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局，让大家把罪责都放在你的身上，能放过玉子。 你知道直接顶罪没有证据，很有可能暴露玉子老师。你只有真的伤害我们，才能让大家都相信你是这幕后的真凶。于是，你就假扮玉子老师，因此没人怀疑你的身份。顾老师，你知道吗？玉子老师离开了你，他会变得更加恐怖、更加危险的。都是我的错，我这就投案自首，接受法律制裁。小花家，顾源老师已经投案自首了，玉子老师也被送到了医院。但愿他们还能有个美好的未来吧。一生能有这样一个人守护着自己，玉子老师也算稍微有些安慰。那你呢？你会像顾源老师守护玉子老师那样守护我吗？你不嫌我是一个瘸子吗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会做你一辈子的拐杖。